你的过去我没有参与，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。不曾，你是否憧憬和幻想过爱情？有人说，现实社会和生活中哪还有什么爱情可言？或许茫茫人海中遇到个合适的人的确不容易，有人坚持内心想法，有人愿意将就。我知道你会来，所以我等，毕竟爱情可遇不可求。就像山毛在《大胡子与我》中与荷西的对话，荷西，你是不是一定要嫁有钱人？三毛，如果我不爱他，他是百万富翁，我也不嫁；如果我爱他，他是千万富翁，我也嫁。荷西，说来说去，你还是要嫁有钱人。三毛，也有例外的时候。荷西，如果跟我呢？三毛，那只要吃得饱，钱也就算了。荷西舒手了一下，你吃得多吗？三毛十分小心地回答，不多不多，以后还可以少吃点。我想三毛是遇到他的爱情才甘愿如此。何以笙箫默与何以笙遇见了赵默笙，他说，如果世界上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，我也不愿意将就。因为赵默笙的出现，他不愿意将就，而我亦如此，所以现在我还是一个人，只是没有合适的，我也不愿意将就。孤独才是生活的常态。我想爱情最好的样子大概就是你喜欢的人恰好也喜欢你，就像走在大街上巷子里，随处老大爷牵着老太太的手，校园里小情侣笑嘻欢闹，和你喜欢的少年脸上自信又阳光的笑容。如果你遇见了他，我想你一定会告诉他，你的过去我没有参与，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。不愿意将就是为了变成优秀的自己，在遇见更好的他时有底气说，我知道你很好，但我也不差。是为了面包我自己买，你给我爱情就好，然后余生请你多指教，不要因为自己的年龄而妥协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就。你在当下因为年龄做出你所有的妥协，愿我们都能在岁月的长河里遇见那个更好更适合的他，遇到那份不将就的爱情。人生路漫漫，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。